小青，既然睡不着，不如……师叔，今日您走以后，我练到日落方归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但那流水剑的招式实在是太难了，我天资愚钝，入门又晚，要不您再宽限我两日？我本想问你能否留下陪我喝上一杯，你倒是自觉，随我来。流水式并非刚劲剑法，讲究的是借力给力。小青，既然睡不着，不如……师叔，今日您走以后，我练到日落方归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但那流水剑的招式实在是太难了，我天资愚钝，入门又晚，要不您再宽限我两日？我本想问你能否留下陪我喝上一杯，你倒是自觉，随我来。流水式并非刚劲剑法，讲究的是借力给力。关比的是术数，下面我来宣布一下题目。昨日我下山买了一些鸡和兔子，其中共有头14个，腿38条。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，谁先算出来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，谁就是胜者。计时开始。老天爷，你会吗？简单。
列个方程式就行，赢吗？哎，算了，油纸吧，给我纸，给我纸。对，哎，哎，怎么这么大，这么浪费啊？哎，算了，来不及了。你要纸干嘛？假设画下来有 x 之七 ，y 之兔 ，x 加 y 等于十四。你干嘛？哦，你比武的时候让过我，我这人最不愿意欠人情了。这个你当我还你了。你这人这么小气，画不画抠抠搜搜的。y 等于三十八。你这写的什么鬼画符啊？哎，别吵！方程式练完我都忘了怎么解了。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我小学学的，早就还给老师了。你说吧，答案是六只兔子九只鸡。正确答案就是五只兔子九只鸡。六只兔子九只鸡，恭喜包姐才八十九。全才，干得不错！大铜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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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别起哄了！你们的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欢迎欢迎欢迎大铜管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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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铜管！大铜管，我有一个建议。大家都是同门，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追求。二师兄，请讲。大铜管，咱们以后能不能多加几个硬菜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啊！流这么多血，你哪儿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小点声。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别跟人打架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冲动？你为什么不听？现在怎么办？
们去找师傅，师傅他这么喜欢你，一定会救你的。走。你受伤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不找见。我告诉你又有什么用？你是能帮我打架，还是能帮我疗伤？你好好找剑，比什么都管用。我会想办法的。我不允许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死掉。放心吧，我这条贱命，老天爷暂时还不想收。陆子昭，对不起，你受伤我都没发现，是我不好，我总是拖累你。知道就好，就当是我乐意。你做的一切，我都会记着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可千万别哭啊，愁死了。不，真是麻烦。走不走？那你的伤怎么办？我们还没找师傅看呢。我小白可是骨骼清奇，死不了。狗屁！是不是要在黄历上选个吉日啊？师傅，此事宜早不宜迟。师傅，就明日吧。明日就动工。哎，小白说的对，就听小白的。好，好，明日动工。在这个禁地前，我们要建一个门脸儿，穿过这个门脸儿就可以见到西陵的天然温泉。我们还要做三个不同功效的特色汤池。什么叫特色汤池啊？就是用我们西陵自己的药材做一些独一无二的配方。哦，这个想法好啊。这个呢是师傅开给我的药方，关师兄，就请你按这个药方制成一个药包，以便于在汤池浸泡。芙蓉师姐，还麻烦你带着众师兄师姐按照图纸修整汤池，绿化周边环境，希望大家一来到西陵就可以看到我们优美的环境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这有时间限制吗？三日能完整吗？我尽全力。大家听见了没有？三日之内必须完工，别站着了，跟我干活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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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走吧，大家都抓紧啊！拿东西啊！我们去那边，来，咱们一块儿。这边啊，我去等你啊。走，是你帮我说服师傅的。你说呢？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怎么了？这谢也谢完了，你不帮着我们干活去？凭什么呀？大哥，你不知道这工期很赶啊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难道不支持我开发温泉的计划吗？我干嘛要支持？再说我来西陵也不是为了来干活啊。在我们找到青木人形剑之前，我们就要做好西陵弟子，这是我们的人设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这什么人设，我只知道是我说服了师傅让你开发温泉，这劳动的事情让他们去干吧。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当然是趁着没人回去舒服的睡个大觉啊。你就不怕我跟你一刀两断？我现在就给你找刀去。这个名字怎么样？蓬莱仙池洗浴中心。这个好，听着就气派，我喜欢。蓬莱仙池，延年益寿，美容养颜。师姐说的对，蓬莱仙池泡一泡，胜过灵丹妙药。哎呦，不错。好，哎，我也来一个。蓬莱仙池洗浴中心，西陵欢迎您的光临。不太行吧？咱们再多想几个。都把它记下了，我还想再弄一些周边产业。周边，中药采摘园，养生大讲堂，西陵一日游。这个我看行。等等，不错。还有我们重磅推出的西陵特饮。什么？是特饮？